那些奇奇怪怪的案件现场。哎，创可贴掉了，创可贴掉了。我早就说过你，啊，我早就说过你吧，说过你啥？忘了。你说的最好的那个。啊，哎，对对对，还等什么呢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别动啊！值班人走了，别动。高爷，妹。你在地上啊？别在地上吃。这一地。师傅，请喝茶。没什么，高兴，激动，激动。深藏不露，高空大揭秘。来，给我来半个柿子尖的，好点的，好切点的。这话有点，这话有点。